来，你给我一下。好。来，这个没切好。哦，对啊，发炎男生。熟人了。嗯，哎，来。How old is the dog 啊？几岁了 ？Six 啊，六岁。Five。哎，又是 first time 啊。Come see, take the measure. 师傅最近有没有换到啊？我会 take the measure 的。没有换，你换的那个。有新的师傅吗？没有新的。嗯。The swelling here. Okay, okay. Yeah, they're big swelling. 你换的那边。你抓它上面一点。这个手放下面呢。Yeah, it's a big swelling. Okay. The right side inner sac abscess. It's a right inner sac abscess. 有没有咳嗽打喷嚏？有咳嗽。偶尔，不是他，就是一直咳，一直咳是吗？是不是偶尔还是每天都有？我每天都有，每天都有，一天几次？臭的不是咳哎，臭筋啊，不是那种咳，不是咳。The left side OK， 是臭的，是一天几次？每天都有一次是吗？对，每天。Only the right side， 快病啊。Okay. 38 Okay, 因为狗哦，它们后面哦，屁股后面有那个油的，我给它大便出来一定有油出来的。Okay, 所以你看这个边 ，Okay, 所以通常它们大便时哦，这个两个一起挤出来了，跟那个油一起出来，所以有时候它大便是比较软 ，Okay, 或者食物有换到哦，有时候它那个油一直集中了。OK， 集中的话哦，有时候因为它是集中，它的那个细菌会进去，所以发炎了。OK， 所以这个哦，我们会挤出来先看是不是脓啊。OK， 因为有时候只是太大，可是还没有发炎呢。哦，它会被咬人啊，这是。会。会。嗯。那我们就不得麻子。麻子安嘴巴一下子啊。OK， 因为它可能会一点不舒服。In a second, abscess in a second. 哦，所以这个问题哦，你要预防的话哦，所以你要每天每个星期又帮他按一次了，或者如果他去 grooming 的话哦，你就叫他们帮你一起按。grooming 的人他们会按。你要跟他们讲一声的，有些会有帮你按，有些不会的，我要看是谁咯。按哪里？对。哎，我会收你，来先帮嘴巴先。You see, almost the same as the drawing. Yeah. On the right side, this is the right side. 太油啊，看到。可以啊，看。没有戴什么。你是拿帮嘴巴拍照啊 ？OK 喽 ，OK 啊。没有戴什么。他妈妈不回中国的时候，叫我帮他带他来。哦，难怪。妈的，这是妈的。OK， 所以是谁帮？是谁啊？他是妈的。OK， 这样哦，你回来，你放在这里，你看他怎么做。OK， 所以呢，这。肿起来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嗯。OK， 现在肿起来，有没有看到？嗯。看，看小孩子。哎呦！我不敢啊。来，你看。哦。哎呦。OK， 痛了。哦，已经发炎了。